过去遗憾才是人生常态。我们能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吗？其实我们相识这么久，可能错过你确实挺遗憾，也挺难过的。但是仔细想想，就算我们真的在一起了，也未必会有那么的开心。喜不喜欢，合不合适，能不能在一起，给你买一包子多少点事儿啊。